大家好啊，我是 Wax 啊，今个礼拜咧就教大家做外星人嘅。今日咧系扭三眼仔嘅，咁咧呢个造型咧系要两条波嘅。咁第一条波咧就系一个青绿色嘅260气球啦，大概留翻一个拳头位多啲就够噶啦。咁首先咧，我会喺一开头咧攞一个一个拳头位嘅单抱结，跟住攞一个两只手指位的单抱，再将它做红耳结，好似咁样，一个一个拳头位的单抱，跟住将它同个波嘴绑埋一齐。好似咁样，跟住再做多一个两只手指位嘅单抱结，再将佢做红耳结，大概咁样啦。好啦，咁咧再做多一个拳头位嘅单抱，将佢过去对面的红耳结嗰度绑埋一齐，好似咁样啦。好，再做多一个拳头位的单抱，再过去对面的红耳结嗰度。调整翻位置啦，最好咧令到佢咧好似一个田字咁样嘅，唔系一个菱形嘅位置，即系希望上同埋下咧系一样大啦。好，咁咧剩翻嘅波咧可以唔爱噶啦，咁但系咧我会留翻一个波仔咧做嗰条天线嘅，三眼仔上面有条天线噶嘛。好啦，咁你就可以搣断佢啦，跟住将多余咧绑埋喺后边。好啦，留翻嘅波尾咧就留翻两只手指到啦，跟住咧就折去最尾嘅部分嗰度做条天线嘅。咁呢边咧就打个裂啦，咁就摆埋一边备用嘅，一阵嚟做天线，我会做埋只眼先至摄落去嘅。好啦，跟住咧就。眼睛的部分啦，咁我会咧用一个白色的260气球啦，咁大概绷翻一个拳头位的位置，咁呢个就是眼睛的部分。咁我会咧上咗落去个三眼仔嗰度个面嗰度先至去做翻个眼睛嘅。咁你揀一个呢度四个其实都可以上嘅，咁你揀一个咧大细咧比较适中嘅面啦。咁咧我会喺上面咧直接扭翻三个两只手指位嘅单抱嘅。咁咧，我会贴住呢块呢个位咧去做嘅，因为如果你离开咗之后咧，可能咧就冇咁贴噶啦，会弹开咗我只眼，咁所以咧你留意翻呢个步骤，跟住就上翻去另外嗰边嗰个椅子嗰度啦，
做出嚟咧就好似咁样噶啦。咁跟住个波尾咧就可以喺雪翘过去对面嗰个红字嗰度噶啦。咁呢个下边系手环嚟嘅，咁所以咧可以掹落去下边啦，跟住做翻少少调整啦。好啦，跟住咧翻个天线啦，头先做咗个天线啦，喺眼睛上边嗰两个伤口结嗰度，就咁接落去攞个结位夹住就得噶啦。咁样大致上就完成咗个三眼仔嘅手环啦。咁而家画埋眼睛同埋口咧就 OK 噶咯。好，等我一阵先。好啦，到画眼仔同埋口嘅部分啦。咁咧画咗中间嗰只眼先啦。大概是这样，今次是真画的。好，跟住呢，因为旁边那两只眼呢会比较远一点，会靠近中间的位置去画，即是画向前多一点的。你如果戴住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看得清楚一点，真的见到三只眼啦。大概是这样啦。咁画翻个口嘅，个口咧我会特别啲嘅，画个长方形，跟住画两条线喺侧边嘅。就系咁啦，咁就完成咗个好靓嘅三眼仔手环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，就记得赞好和订阅。订阅制隔离那里有个钟仔，按着了之后就会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的。订阅是不用付钱的。下集见啦，拜拜。